欢迎来到八零年代。菠萝蜜。Yeah, one, two, three, go. 啊呀，对，哦呀。哇。对，啦，哦的。对，走。是我的年代呢，对吧？这有点，这有红雷哥那味道了哈。来，菠萝一心，一心来，菠萝一心。我知道那个是什么，我在学那英姐那个动作喊。这八二年代的。对，我就想学那个。行。走走走。他跳的好好看呀。走走走。你看一心做就不是那个味儿。对。改了，你就多了点什么？不是我们那个，对，你看他就有，你看，哦，懂吗？对，对了吗？就要伸脖子，对，登山的，关键是他撅着整个人就是，对，撅着屁股左右摆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现在是那英和梁静在教张艺兴跳舞。我不敢学习学习，看见了吧？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很厉害的。你刚跳那八十年代太经典了。那他很会跳，是这样跳的吗？是。对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走，对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张艺兴太厉害了。太逗了，张艺兴太可爱了。哇，我在这学会了这个，好玩吧？啊，你要真把这个跳会了，以后你现在融到你的那个舞蹈里。好的，我把我的青春岁月全给抖了出来了。